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姐姐，欢迎来到橘子美食记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开胃小秋葵。首先将秋葵等食材洗净沥掉水，小米椒切碎末，葱切葱花，蒜姜切成碎末。将切好的调味料放入碗中，放入糖、盐、生抽和香油，拌匀。秋葵切断，下锅烫三分钟。烫好的秋葵捞出，放入冰水中浸透，再从冰水中捞出，沥掉多余的水分，放上调味汁拌匀就可以了。美食值得分享，生活需要记录，橘子美食记与您一同前行。